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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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欢迎大家收睇《寻找同胞的故事》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艾博。是不是觉得嚟到圣地牙哥，生活在自己一个地方，觉得好苦闷、好寂寞、好孤独、好冇依靠？一啲都唔融入呢個環境，唔緊要。我哋尋找同胞的故事，就係為大家尋找同胞，活出更好嘅明天，有更好嘅未來。陰天會過去，陽光會出來。所以下個星期四嚟我哋嘅 orientation， 就會有更多嘅同胞陪你度過呢個咁艱難嘅時期。